9月19日晚，吉祥三宝组合中的爸爸布仁巴雅尔因突发心梗在海拉尔去世，享年58岁。毛宁微博发文悼念布仁巴雅尔：好兄弟，你可知道我们有多难过？最后一条说了那么多感谢，是你冥冥中的道别吗？9月19日11时46分，布仁巴雅尔在社交网发布了9张与摄影展有关的照片，并发文感谢呼伦贝尔宣传部、呼伦贝尔文联、新世界出版社、韩国国家出版社，感谢爱人、老人、子女、朋友，感谢因为爱而感动的世界，一连写出10余句感谢，让人动容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